我叫梁明，壮族人，因为从小就一直用这种植物来做五色糯米饭啊，本身就是山里人，布料出来都是我们自己染的，都是自己织、自己裁、自己缝的。那我这身这个布料确实难找。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嘛，他们都是歌手、歌王、歌师，耳濡目染的跟他们去参加那些活动，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山歌。这孩子身上的纯纯的一种壮族的基因，就是很吸引人。但是他跟同龄人来说，他是孤独的。我不是说单纯的唱山歌，我就单纯唱山歌，那其他的我也做，都喜欢与时俱进嘛。像自己，为什么要像别人？我个人其实很不喜欢什么网红啊，被人捧、被人推之类的，我只是喜欢做我纯粹的自己就可以了。传承一直在传承，很多人都在传承，我也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，守住这些东西而已。